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怎么样的和好是一起吃水果。好可爱。Kiki 上次去台湾五年喽，快五年了，快五年了。那我是差不多十年了，那我一直都在台湾生活，偶尔回去日本的时候，为什么这样？对，有这样的事情。嗨，那么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嗨，在机场吃的价钱很便宜，很便宜，超便宜。其他交通工具感比起来，蛮贵是贵，但是跟日本比起来的话，超便宜。日本可能大学生大不了去存钱，对，我们没钱，快破产。对，动不动就1000块日币、2000块日币、3000块日币的。那个真的要不得，真的不要，真的。但是在台湾的话，例如说我跟朋友一起喝酒啊，那个市民大道那边有很多的居酒屋，然后那边喝酒，喝到没有捷运，那个时候嘛坐计程车嘛，然后当时坐计程车差不多300块台币或者是400块台币就可以到得了，我在那边，但是这样的话就换算起来日币的1500块左右吧。如果是日本1500块而已的话，就没办法去不了哪里。交通工具很贵，都很贵。那电站也是很贵啊，公车也很贵，公车也很贵。台湾的交通费都很便宜，对，很便宜，这样的。这个地方很赞。那么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台湾的水果超便宜，而且是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新鲜，真的很甜。但是呢，日本的话就很贵，真的。因为是台湾是我现场水果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尤其是夏天的。对，夏天的时候就是水果的天堂。对，很多很多水果，然后就那个呢，芒果，然后就，这样盖子吗？然后就带点直接那一半直接给我，哈，这样盖子吗？不是，芒果是一个那个呢，冰淇淋或者是巴菲上面就1块2块。然后就那个一块就好惊人。日本是这样，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水果店的那个老板切凤梨的是超厉害，真的，我没有看过用水果的了。超怪，那个剥水那个剥凤梨的时候超怪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台湾吃水果是真的很便宜，又很多种，又很甜。我大概是就每天要吃水果的人。对，然后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怎么样的和好是一起吃水果。好可爱。就吵架之后，就我大概是去买水果，然后买回来，我给你，好吃，和好。这样就可以喝好。这样就水果很厉害。对，水果真的很厉害。所以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没办法喝好。日本是一根香蕉，但是台湾的话就几百个香蕉一起的可以买。来到台湾之后，第一次吃的水果也很多呢。那芭乐、火龙果、龙眼，还有那个荔枝、荔枝。荔枝も高いよね。在日本超贵，然后但是就台湾是很贵。可能在日本没有看过。对，只吃过一个荔枝口味的海菊。对，海菊。那么第三卡。台湾人超多人懂电脑。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如果手机不只是电脑，对3C超强的，那个手机有问题啊，或者是电脑有问题啊，问个朋友就那个人就马上知道哪里修就好，或者是哪里改就好什么的。他们是就基本上那个对电脑或者对3C的那个能力知识是，我觉得比日本强很多。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上一次呢，我想要买一个，想要租一个电脑，在家里面组装一个电脑。其实这个事情是在日本做的人很少，很少，超少的，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的。日本是大部分都是那个买一套的嘛，对，自己买。然后里面有不需要的软体啊，说是不需要的功能有一大堆，对，而且很贵。但是台湾的话就因为现在也是自己组电脑，然后我问了粉丝团，那个时候我们超多留言，那家里面就好，或者这样。
这就比较好，或者是认这个人比较好。嗯、那么第四个，第四个，来，台湾的手摇杯太好喝，到底真的很好喝，太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可能你在日本，嗯、就是有一点口渴，嗯、想要喝东西、嗯，你可能要到便利商店买，对，或是贩卖机。嗯嗯嗯，可是，在台湾的话，就是到处都有手摇杯店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就可以买更好喝的饮料。对，而且是手摇杯的那个店家，那、嗯、一个店家有那个三十几个种类，对，超多种类，而且可以调整甜度平衡，那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而且我会觉得比起就是那种。果特品的饮料、嗯嗯、比较好喝的感觉、嗯嗯嗯、就是感觉上不一样，我马上帮你做，对，有一个为我做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、嗯、而且是不是很贵，嗯，50块，然后就很大的，嗯，帮你做好就很值，对的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对， Facebook Facebook， 对对，这个真的不一样。台湾自己有认识了之后，马上交换一下那个脸书啊什么的。你有 Facebook 吗？嗯，那交换一下。但是日本不一样。日本不一样。嗯，可能比较不太会直接交换社群媒体、嗯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。对，比较少跟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交换、嗯。对对对对，对来说可以交换 Facebook 吗？嗯，没有。而且是没有用的人很多。对。没有用到那个 Facebook 的人。嗯、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话，嗯、对对对，比较少。对对对，可是台湾的话，可能大家都有，对，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店，就自己有的那个粉丝团，对对，然后就经营的很厉害的那个店很多、嗯。可能日本人比较喜欢用 Twitter 吧，然后不要写自己的名字，对，匿名的一定要匿名、嗯。所以我在做 YouTube 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用 Facebook 来，嗯，直接寄给我那个有兴趣吗？有兴趣，很简单，一句话解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那个做联络的时候，就觉得台湾是比较发达的，对，比较发达。